号角，你的玩家生活。号角后者是属于游戏玩家的同号聚集地，你将在这里探索社交新纪元。你可以找到喜欢的频道、同号的玩家，一起畅聊游戏趣梗，直聊电竞趣闻，也可以体验最新最全最准的一站式电竞信息、热门赛事、俱乐部资讯、选手数据，成为行走的电竞百科全书。还可以与喜欢的电竞选手在线聊天，让游戏大佬成为你的在线好友。快来下载号角后肘，开启你的玩家生活。打开微信，搜索公众号星际老男孩 SCBoy， 这里有每日的直播预告、重要的赛事报道、精彩的视频剪辑、有趣的主播八卦、定期的抽奖福利以及爆笑的节奏和评论。关注 SCBoy 官方公众号，365天每天更新，让你与20万猛男一起更便捷的享受我和黄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，不要告诉别人哟。好了，来了啊！今天战队联赛第10轮的第二天，啊，昨天的比赛，凯子 gaming 差点翻车啊，差点翻车。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先要感谢一下孙哥斧王0-13的一个钻石粉丝啊，感谢兄弟。好了，你怎么了？哥们，这个他不是钻石粉丝吗？不，你什么时候0-13过？老子从来没有0-13过。还有黄哥，我告诉你，经过下午的奋战，我在一盘就到中军了，老子要实现自己的诺言，这一周内到中军。那今天我可以帮助你啊！今天晚上我绝必能上中军，但是我要说一句，我还是食言了。妈个鸡，比我预想的要早一天到中军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好了，不扯了啊！今天我们来看比赛，今天小黄鸭登场了。小黄鸭这支战队虽然打进了我们的这个正赛啊，但是实力的确有点不够啊，的确有点不够。今天面对 GGG， 对 GGG 只要不翻车啊，就肯定不会降级。但如果今天他翻车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拿下今天这场，对这场比赛对 GGG 来说生死战，输不起啊，输了人没了。好，我们看排阵啊 ，Nice 排到了 Party Mac， 然后 Dream 对上了多兰，最后是小拉达对上了温蒂塔。这个排阵，这个排阵输不了。Nice 打 Party Mac 打1-1，然后不可能2-0，哪有这种啊？然后小拉达被温蒂塔2-0是吧？然后打大将战输了。你是想走这个剧本吗？好，是不可能。这个我想了想，不可能出现这种剧本的呀！这妈出这个剧不是、啊、你妈的你哎你这个不可能三个字，我好像在什么巴西队什么也听到过，不可能。那巴西跟克罗地亚跟小黄鸭打 GGG， 那是不是差别还是有点大？其实我觉得是好像也没那么大的差距啊。就算他们输了，他们也能出现吧？也不能，也不会那个降级的呀。不是，他们输了的话问题就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 IG 最后要拼瘦死骆驼是吧？对， IG 有机会，他们输了 IG 有机会了其实、哦、因为他们输了的话，他们这个最后一场啊，最后一场他打平就出现了呀、打平就出现嘛。对啊对啊，就只要 GGG 今天不是什么正，就是在正常时间啊，只要不是打平，对吧？不是在大将战输，不要打进大将战哦，只要打进大将战，他们就赢了。
他们就保级了。他们现在只有5分嘛。IG 主要是小分太少了，瘦死骆驼现在是虽然只积6分啊，但是他有负16个，他是负16个小分， IG 是负41个小分。什么0-41？这个就是 IG， 不要跟 IG 去聊小分好吗？对，他没有什么好聊的。小分 Nice 今天只要能拿下一场就是立大功。真的 ，Nice， 我顺便看一下鸟哥，因为昨天的这个精彩的发挥啊，鸟哥现在已经拿到了两胜。先撒个尿去，你先吹一会儿鸟哥。干嘛啊？不，鸟哥是拿到两胜吗？还是三胜？我看看啊，这是第10轮嘛，对吧？哎，鸟哥拿到三胜了，我靠！鸟哥现在3-17。应该3-17，这轮应该没有算上去啊。然后现在战队联赛就国手排名最后一名是鸡哥啊，1-7，这轮他又没上，下轮不知道会不会上。然后雅木茶是倒数第，雅木茶和 coffee 是啊 ，coffee 是3-17，雅木茶是2-16。鸟哥起来啦！Sad 我看看 Sad 是在哦 Michael Sad 现在也是3-17，我靠。哎，那这样的话 IG 三雄妈的三个人都是3-17啊，打平了。对啊，麦克赛的也三胜了呀，干嘛？熊大、熊二、熊三，妈的，海贼王里海军有三大将，妈的，我们中国星际妈的也是三大将好吗？你妈三大将就要对标对标你妈四皇就是赛雷肉达，这样可能雷诺不行的，妈的搞个小黑肉。哎，飘进来，奈子这个飘的有点很飘逸啊，飘的这样的话帕尼麦克很难受，两个农民并且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科技了。哈利麦克其实他就想用追猎压制的同时，然后这个先知去骚扰，但你被看到了之后啊 ，Nice 其实就打得很冷静啊，出个凤凰，甚至出两个凤凰，然后在家里面等着，然后正面就慢慢的用这个刷出来的兵慢慢守就可以了。这个 Pony Mac 已经亏大了，什么都没打到，正面还被压回去了，这种局面怎么打？这种局面追猎追不上可以走，大家都反正都没有科技。 Nice 一直以来他其实都是一名非常努力的选手，他的这次这个港澳台地区
这个积分他也是第一名，所以说他能够、啊、他要去卡特维兹是吧？对，他能够去卡特维兹拼一枪，就明显感觉就是他现在就打这个哈斯感觉有点轻松啊，打的哈斯也没怎么练的吧，估计平时也干点其他事儿、嗯、对吧，他也高光过嘛，毕竟你想在这个 WCS 里面进过决赛也算高光过了。现在他们都在说黄哥，我不是说 IG 三个人嘛，我看人家战绩都是3-17是不是 那 IG 就是中国星际的三大将是不是、啊、就跟那么就对比海军三大将，然后四皇就是赛雷肉达，然后你妈他们说雷诺是你妈就是那个小丑巴基，这你妈，雷诺你妈，妈雷诺现在太尴尬了。那好像准备要先整一波了啊。对，主要 Nice 前期也防得非常好，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局面相对来说就比较主动了。管泽元踢光头了，不是管泽元他们这些就豁不开你知道吗，他妈的就踢个寸头就叫光头，寸头我们天天踢的呀，没有用，光头是要用那个的那种刀来刮的你知道吗，要刮的倍儿亮的那种，就抹点油都很滑的那种才叫光头。好了，妈他那个叫寸头。这边 Nice 主动出击啊，战斗人口多大概10个左右，就多9个，直接绕过去，完了就全吃这一波。节奏起来了，不是这样的呀，怎么就玩不开呀？不行，我下次看到他，我跟他说你妈你这种踢寸头有啥好搞的？有本事就把光头你妈刮起来。妈的，那你怎么不让你怎么不让法人把光头搞起来嘛？哎呀，他们都放不开呀、啊！你看我们妈的光头刮的时候多帅。哦，不过最近倒的确不能剃光头。为什么？嗯，妈会被人嘲笑为卤蛋。这又无所谓的，干嘛啦？那你剃光头舒服就好了呀。被人嘲笑，妈人哎，人又不为别人活的，妈为自己活的，你喜欢怎么剃就怎么剃。哎，你不懂，反正不能剃光头。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何苦呢？我靠！哎呀，直接压上去，妈的很好啊！双线崩了，完了完了，崩了，双线打崩了。梅罗决赛我就剃光头，可以的呀！他妈的还梅罗决赛呢，他妈葡萄牙拿头进决赛，孙哥要不要剃吗？我就剃个六毫米就可以了。光呀！你妈的你怎么也放不开了？我不是放不开，我是哎不是我你妈。明天就要踢六毫米，你妈的这梅罗决赛打完，就真的决赛的话，我还要去从六毫米踢到光头，人家刮一下就好了呀，你就跟他说刮一下就好了呀。对不对嘛？我可以的，我无所谓的呀。还梅罗决赛的，你先让阿韦罗他妈能上场再说，还梅罗决赛，你妈到时候真的葡萄牙打那个阿根廷打决赛，你妈结果阿韦罗你妈全场没上过场，你妈搞笑不搞笑？是不是那么回事吗？那还怎？那就葡萄牙跟阿根廷决赛，跟梅罗没关系。四开了。C 罗不上场，葡萄牙猛的一逼，他们现在都说，这都
吧？太尴尬了，这个。不 ，C 罗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球员，这个你们也不能否定他，只是他现在可能状态不是那么好了，曾经还是屌过的，打死了呀！这他妈这种一波怎么可能挡得住嘛？往上一跳，直接贴脸，对吧？核电站也挡不住呀。主要有波差，这波差根本就打不动。这波差你打不动了，随便摁着打。GG。Nice 他们肯定没想过怎么可能输小黄鸭嘛，对，他们输小黄鸭真的就不用打了。决赛克罗地亚对摩洛哥，妈的，如果是克罗地亚对摩洛哥，妈的决赛克罗地亚对摩洛哥，妈的我跟孙哥把眉毛剃了。要不要玩那么大？他妈不可能发生的呀！你妈，你慌个锤子！你慌？我不是慌，妈的，凡事都有万一，而且我们你妈赌赢了又没好处的，你妈你玩那么大搞毛啊？不是，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不可能！老子把眉毛剃了，干嘛？你慌什么嘛？摩洛哥，你妈的可能哎。先上来起手把葡萄牙弄了，然后把英法的这个赢的人弄了，他妈的真他妈摩洛哥的足球很纯粹是吧？老子没去过摩洛哥，我不知道他足球纯粹不纯粹。不是你妈的，你赌你知道要有搞点好处是不是？那你妈你能赌？这种他妈这种不是傻吗？这种妈的没什么好处，你妈就一面扑进去了。学习淘宝店。啊、你们也不用学习淘宝店，你们这个有闲钱的可以支持一下战队联赛就好了，买一个礼盒，对不对吗？这个不是功利，他妈的我是莫名其妙他妈的被绑在车上的好吗？老子他妈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妈的哎，你妈为了战队联赛，为了中国星际，妈剃个眉毛你都不敢。他妈你是不是现在我要把你定在这个中国星际罪人的这个耻辱柱上，让你的一世英名全部毁掉。哎呀妈了个，好吧，气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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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不就是了吗？要不我们玩大点，这个概率很低的，玩大点，这个概率非常低。我们玩大一点好不好，王哥？你玩什么大一点吗？把腿毛都剃了。腿毛我本来也没什么腿毛。我也没有。那在不，摩洛哥不可能进决赛，你们信我。妈，这个进决赛太夸张了，这舞台太大了。那这样好不好，黄哥？妈个鸡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让法人也踢。踢什么？那大家一起。把眉毛剃了呀，头发就变成光头啊！法人不会来的呀，法人不会参与这种事情。你说这么多，我靠你妈的！没有跟他说呀，妈的为了中国星际。他跟你说中国星际去死吧，他肯定是这样说的，老子再不踢的。你妈！怎么你跟法人说这些没有意义的？法人就不可能踢。他亲戚踢，你妈的，他亲戚踢不了，我就跟你说。妈，40岁的男人剃了眉毛会长不出眉毛，不可能的。好像是的，黄哥。真的假的？好像有这个说法，有这个说法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妈的，查一下，查一下。他妈长不出来，这个有点过了。40岁。40岁剃了眉毛还能长、哎、我就跟你这么说，长不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想看，你平时修眉毛吗？肯定不修的呀。不修呀、哎、对呀、啊、那为什么没长长呢？妈，别人说会长的好吗？
们说会长的过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眉毛，因此不用过于担心。如果长不好的话，就去植几个眉，这样的话眉毛还更浓密。他妈的，为了这件事去植眉是不是过了，黄哥？啊，你告诉我是不是过了？我就问你是不是过了？谁看比赛？看比赛？看比赛？你不要慌，看比赛。边帕尼麦克是直接一波四兵一波、嗯、想通了呀，就不跟你打中期了，直接四兵一波了。小黄鸭的选手都是拼一枪的，没错的，他们没实力只能拼一枪。如果你没实力你还要打着你妈的这种打运营的话，那就没有机会啊。女生都是没有眉毛的，不要怕。我有很多妹子的确是把眉毛全部都刮了，然后她自己画了。啊，有这种吗？哎，有的呀，很多妹子都这样的呀，她把眉毛刮了然后自己画呀，那眉毛很短，就短的一逼那种眉毛。这个四兵营我感觉奈斯已经察觉到了，门口已经放了两个电池了，在出虚空。这两个电池的位置还不错，这个非常难打进去。我老婆不化妆的，我老婆基本上都不化妆，就可以节约。看到了，很重要。这个不化妆可以节约很多钱。不是，不化妆归不化妆，但是那手上也要有东西的呀。有什么？万一妈的有备无患嘛，对不对嘛？什么东西啊？就你化妆品你还是要有的，那有备无患呀。很少呀，不用买的呀。两个虚空，打不进去啊这个。但我老婆买包，我老婆不买包。我老婆以前就是没有儿子前的话，她会买那个紫水晶，那种也是智商税的嘛。然后现在有儿子之后也不买这些了，现在沉迷给儿子买玩具。那我觉得还是买紫水晶好一点。还有记得你儿子如果有些不要的玩具，记得邮过来给我啊。邮过来？你他妈有空你自己到我家来挑。好，可以，有多少我就拿多少，反正我相信后。你儿子长大了呀，你拿玩具干嘛？你又没三胎。不重要。那就是婴儿玩的玩具啊，你有啥好玩的吗？哎呀，反正你拿过来就是了。又是核电站。哎呦，不是，孙哥是准备三胎准备的是吧？没有。笑了 ，nice， 轻松。应该的，这个二比零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对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挺明显的。所以 Dream 只要二比零多蓝，这个就只要一比零多蓝，他们就保级成功了。对，怎么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级一级最尴尬的地方，上又上不去，对吧？那你说降级又降不了。没有，我弟弟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嘛，那他妈有小孩，我先把他放着呀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的有道理的呀，这种东西都是啊。哦、那倒是，那倒是。这个玩具玩过了岁数之后，他放着也是妈要堆地方，妈还不把它腾出去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比如说等过个一两年，你弟不是就要孩子什么的吗？对啊。那到时候你到我家来收割一波吧，我都给你。弟可以啊。因为我儿子长大了，他也不会玩那些了嘛。对啊，弟弟的婚房嘛，当然是已经准备好了呀。我靠，那妈的不愧是大户人家。不是，这个又不是我准备，我爸妈准备的，妈跟
那我也没说你，我说大户人家，那不就指你家里面吗？你爸妈吗？对对对，不也不是大户人家，就普通普通普通普普通通。你妈普通通的，他妈都为结婚婚房头焦头烂额好吗？都不要说婚房了，他妈结婚的时候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这才叫普普通通。你这种他妈的动不动就婚房先搞好了，这种还普普通通，就是大户人家。你闭嘴，黄旭东，你妈的！就比较普通的大户人家。不，就普通人，真的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没什么，兄弟。第二把锯木队多来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我靠，是没什么的，我没乱讲。你弟最后包多少彩礼吗？我会包的多一点。不是，没不是你包，你把你弟的彩礼，你包个锤子啊！不，我就红包，他结婚的红包我会包多包一点。彩礼这个事情，因为是私事儿，所以说，对我也不能说，对不对？不能说啊，懂了，懂了，不是很高，不是很高，懂了，不是很高。懂了，那就是你红包多包一点是吧？我红包多包一点。那到时候不是也要请我们跟法人的吗？对，你们如果来，你们红包也不要包了，我帮你们都包。不，包的包的，怎么可能不包呢？不，你们就过来吃顿饭就好了。不，我们包的，我跟法人怎么可能？人都到了，怎么可能不包嘛？我们到时候就家里面所有人都会带过来的。对吧，一个家可以对吧，家里面我儿子对吧，我老婆这些都会来的，可以包个八百一千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其实不用包，其实无所谓。哎，包的这种过来就是一份情，对不对？礼轻人意重，情意重，你放心啊，我跟法人都会来的，意思意思就好了。好了，第二场啊，锯木队多兰啊，这场比赛也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。这多兰跟锯木差距太大，除非多兰用一些战术。妈，我觉得用战术也感觉没有机会啊。没机会，这场有毛的机会？不是，红包八百一千差不多了呀，包那么多干嘛？不用包，不用包，你们过来吃饭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不行，那一定要来的，这个对吧？该走的流程要走的。狗逼，那你就好好包啊，多包点。妈了个鸡！那是啊，八百一千差不多了呀，对不对嘛？这个东西就走个流程，走个流程，毛的走流程，我靠！八百，知道一件事情，三个人亏本了。狗逼黄旭东，妈了个鸡的！哎，其实无所谓的，这他们来包一包，真无所谓的，就不要包，最好是不要包，因为这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，来过来从上海过来吃顿饭，已经是妈的蛮好的，在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些狗逼，我操！干嘛？他们包八百，带三个人过来，我儿子带我老婆，带我们三一家三口过来，包八百，然后他妈过来，他妈先顺几条中华和一瓶茅台，你妈的，这个必须要你妈顺点东西走啊！血赚，我靠！你干脆把你儿媳妇都找好了，儿媳妇一家也过来，好吧？我给你单独开两桌，妈了个鸡，好不好？妈个鸡！哎，这种结婚有过来顺茅台、顺烟的吗？好像没这种、从来没听过，我也没听过这种吧？妈的，过来！我觉得顺两包烟是有可能的，你妈顺瓶茅台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既然要顺，都可以顺，顺了之后，然后红包里面包报纸，
要么给老子包张彩票也可以的，给他包一张彩票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既然要顺了，你们干脆做的你妈的狠一点。对啊，顺烟的我知道的，就是比如说你上面那个烟嘛，他拿个几包这个中华呀、啊、什么的走掉嘛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他妈顺瓶酒走是不是也有点过了？不是，干脆就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来都不用来了，黄哥，直接妈的我让酒店直接到你家去，你妈的烧一桌，你在家里面吃，大家视频连一下，妈一样的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妈了个！看看这把、啊、双方开局是一样的。就总的来说的话呢，这一盘就这两把应该是没有机会的。顺一箱的我都见过，这你妈。妈的，是真的假的？有这种？不，这个夸张了，这个。杭州肯定是晚上办的呀，没有白天办的说法。啊？杭州是晚上办的，他妈的！上海这边，上海一般也中午吧，上一般都是晚上办，哪有白天办的嘛？有中午的吧？妈的，你问问他们吧，我靠，他妈一般都是晚上啊，就吃晚饭，就是晚上就吃晚饭的意思。然后对啊，要不就是有人吃中午的，有吃中午的呀。一般都中午啊，那我对呀、啊，二婚才晚上，他们说。啊，这你妈！这你妈！二婚才晚上。双方上来都没有怎么交手啊，就是都在不停的运营吧。这个只能说俊母其实就稳着打，就怎么都能拿下这个多兰的、他主要不了解这个多兰到底是什么、就什么风格的选手，所以他打的相对来说比较稳一点。江浙沪都是晚上，对呀、我就记得就杭州都是晚上办的，哪有他妈中午办喜酒的说法嘛？但上海我去吃，去喜酒好像都是中午呀。那习俗不一样嘛。北方啊，北方他们说大多北方都是中午、哎呀，这不用管这些，不用争这种东西，反正我觉得中午都中午、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习俗的。我们这个年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没有那么讲究的。对，好了，直接卡一个位置啊，多兰率先出手，但俊母也架了，好像锁歪了，不过坦克还是炸到了，守住了，锁歪了，问题不大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多兰还是有过进攻了。对，想过的啊。哎呦，小操作要被玩爆啊！锁不掉，插一下，锁不掉。自贡也是中。对，自贡是啊，我后来回自贡办了一次，就是中午吃的喜酒。哎，不管中午晚上，反正入乡随俗，哎、对吧？那个正无所谓，不用争的这个东西。办婚礼主要还是给父母办的。对啊，在我看来根本就办都不要办，结婚证领出你就妈的外面搞好了呀，几块钱好对吧？好，就好好过日子嘛，好了呀。是这个说法吧？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对啊。好了，来个炮台，反应还可以啊，多兰。
两个农民。再扔。继续扔呢。可能换个导弹车啊，可以。两个人在对扔炮台。导弹车打不过炮台。巨母状态好像也不怎么好啊。巨母是吗？是不是遇弱则弱啊，遇强则强啊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打多兰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只是整个过程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轻松。应该感觉他打多兰应该是摧枯拉朽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结果打的两个人还在那里各种投这些东西。这句话下面开始财力比拼环节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结婚没有彩礼。杭州其实也没彩礼的。我结婚没有这个说法。对，杭州反正杭州的就小姑娘结婚都没有彩礼，基本上没有彩礼，就杭州本地人啊，没有彩礼说法。然后按传统啊，女方一般会出一辆车和那个家里面的装修，是这样的。大部分彩礼。然后男方如果条件好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出套房子；如果条件不是很好的话，就你付个首付，然后大家一起还贷是吧？一起还，对，一还贷、都这样的。哎，这都过日子花的钱嘛，这个应该的。就过日子的，你以为呢？我说杭州不是说。就浙江，我就说杭州。他妈什么叫赘婿不用给彩礼？老子他妈不是赘婿，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是没这个习俗。我结婚的时候我还问了的，他们说没这个说法的，日子过过好就行。有孙焕家也不要什么，也不要什么彩礼。还是那句话，妈个，如果男，但一定要跟男方提这个要求，提完之后，他拿过来多少，妈的，我再返一倍给他，我靠，给他们两个啊，真的假的，孙哥？干嘛？我靠，真的假的？那可以离吗？能力范围以内啊，啊？可以离吗？可以，什么叫可以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就离了要退钱吗？不用退钱，我儿子考虑一下，我先。不是你妈的我哎。我他妈，我女儿嫁给这个男的，妈的没想过离婚这件事情，好吗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他妈不重要，我儿子考虑一下呀，对不对？小鲜肉，考虑一下，反正返一倍给我呀，我可以的呀。不是返一倍，我不是给你的了，这是给他们这个小家庭的。那算了，那没意思。那我怎么可能给他妈男方他爸妈嘛？那你们说是不是嘛？我靠，哪有这种嘛这种搞法嘛？好了，还是压着二十人口，直接转机械化了。这边多兰是直接机械化，这把有的打了。机械化，他只要想守，肯定是守很久的。我比较传统，相对来说的话，锁。但是多兰的部队其实坦克也很多，他接话打不进去，对，对吧？他接话慢慢跟你憋嘛，跟你巨魔。什么叫因为有我这种人才搞得乌烟瘴气？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？他妈要是每个人。如果每个人的婚姻价值观都跟我一样的，那这个已经赢了，好吗？你们根本就不会为什么彩礼所发愁。对对嘛，我这种是最好解决的。其实可以，这波其实可以稍微看看局面能不能投进去。哎，感觉投不进去，都是防空。基本上压到这个位置，多兰已经很难打了。
多人继续憋呗，反正他憋计划的。六点钟那个矿其实可以找机会去拿下了，没有太多的防守的。马上直接投出兵点吗？哎，这波投出兵点是不是也过了？慢慢打出去。有几个防空？哇靠，这个不是很好投吧？他一定要投，而且看到了上面。应该没有注意，应该没有注意。防空倒是有点多。那么多防空，能投下来，但是会有一些损失。运输机死了一个，还行吧。你不投下来就他妈各种杀好吗？而且你很难搞，没有蓝火坦克，只能慢慢加。对，这波生化部队有操作空间的，这波生化部队。运输机可以都死。但实际上你说真打到多少东西，也没打到什么东西啊。啊，可以换。坦克。21个农民，但接话你说真的，杀点农民其实影响不大。但是我正面找机会，在正面找机会再捅，好，这个再捅一下，完了，这个爆破了。收坦克。爆破了。但是收坦克就没了呀。对，爆破了，直接对。强行打双线，这个就是。再加连。来，解放这秒掉，哎，漂亮。光头散一下，血亏给你换，就给你换坦克。多兰血亏了，降下来强吃，我靠，围巾全送，巨木直接拉开了，干拉，但拉不动啊，有点，再爆破，直接投脸，再爆破一次，后面的光头在不停的接，不停的接，应该要接没了啊，这个坦克没几个坦克了，GG，实力差距还是太大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东西。这样的话3-0啊，那 GG 已经不管后面怎么样，他已经确保自己不降级了，已经。对。哎，他其实，哎，其实我刚跟鬼想的就是，妈了个鸡，真的降了。也是一种解脱是吧？哎，对，也是一种解脱。就真降级了也是个解脱，但是他妈就降不了。他们的实力的确很难。按道理来说，其实最积极就是应该能够有进季后赛的机会的。啊，不，你这个也，他们的确进不了。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哥太弱，巨母太弱了。现在对大哥太弱，巨母如果是在之前的巅峰的时候，他们是真的很容易进季后赛。对，哎，你就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从大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。你看每一个进季后赛的战队，他们的大哥都是挺强的，对，至少能够独挡一面吧。这倒是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二哥也弱啊，那小拉达也弱呀。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三弟也弱呀。就怎么看，就这个阵容就。哎，主要还是大哥没挺起来。如果大哥挺起来，他比如说打任何比赛都基本上是2-0开，这个就他们就很好打。他们二哥、三哥这种东西过来拼个一分就至少保平的，是不是嘛？对，只要有个大哥经常2-0，巨木的实力成绩就会很好。巨木的实力只能当二哥呀。对呀、啊，就当不了大哥。他没有当大哥的实力啊。那就好比黄哥，就像凯子，对吧？啊，妈，大哥是不当人，没错的。但是二哥和三哥还是有点实力的呀，对不对嘛？干嘛？妈的，李培南、沙师傅，妈还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说的没什么错。啊，有人在问啊，在论坛上问，这剧目是只有 WTO 时上线才打一把吗？还是其他有其他的条码小号，
侧女吗？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个不知道，他们对面、这个是完全不知道。练不练，反正最后你都体现在你自己的这个水平上吧，就是你发挥水平上面。但俊姆最近的确，就他的个人赛的确是打得非常的糟糕，非常差，非常差。其实现在新版本它如果更新的，我相信还是有很多选手会去重新练一下的。对，对吧？你总归要练一下。包括 GSL 也确定有嘛？那这个对 GSL 也确定明年有，那肯定要练一练的。是一个动力嘛？是一个。嗯，这倒真的。然后那个就是。冰霜巨人那边是明年的年中，他会有一个 beta 出来，然后2024年他就想正式上线的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。然后我觉得冰霜巨人那个游戏出来了，韩国那边可能会，发的力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毕竟他们拿的这个现在最大的投资是韩国那边投的。不是韩国就那么点市场，但是他最大的那个投资商就是韩国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啊，就是他在韩国本身就很有资源嘛。他们是那个韩国卡扣投的，你想韩国卡扣投的话，那只要卡扣想在韩国推广这个游戏，那终归韩国的资源会大很多呀、啊。那倒是。不是三星，是那个卡扣投的。卡扣投了他们 A 轮3000万美金。先看看游戏怎么样啊？游戏现在没看到过，但反正听他们那个架构师吹了半天，说他们这引擎屌的一逼。两个人对桶，直接抗压啊！直接抗压，嗯、这个其实是巨木最擅长的吧？应该不是虚幻，不是虚幻，他们虚幻只是做个底子。好，堵住啊！这个堵在里面，但是还是要被烧开。嗯，强行进来换农民啊！这两边都在换啊，都在换。嗯，巨木导弹正马上出来了，守肯定守得住，就看损失有多大了。感觉差不多啊，这波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靠，我靠，完了，巨木的处理比他更好一些，这感觉经济崩了，二矿还没好，就尴尬了。不是，这个比他这个这双线抗压差太远了，应该的嘛，对，不是应该的嘛，这种，对，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他们这个引擎是这个的，就是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引擎。然后虚幻是在里面做一些这个光影啊，做这些声音啊这些的处理。然后他们这个所有的操作的引擎都是用的一个叫 Snowplay 的一个引擎，是他们自己开发的。据说这个引擎非常屌。最后发现什么游戏没赚到钱，最后引擎成功了。有没有可能，黄哥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引擎你妈的卖的好的一批，然后游戏没赚到钱。对，然后他们改最终、啊、就把那个虚幻引擎魔改了一下嘛。不，最终他们发现，妈的原来这家公司本来就是卖引擎的，你妈的他们做游戏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的引擎很牛逼。那不是，他们其实主要我觉得他们第一个是主打这个 PVE 啊这些模式嘛。然后第二个是他的编辑器，他们还是希望做的更强大。就反正我看他介绍了一下他们那个 Snowplay 的那个引擎，中间介绍了一些东西，在反正在编辑器上面会很屌。哎，
希望吧，反正这个东西现在聊这些东西还是太早。我们论坛是有那个，我们论坛有他的最新的那个就是介绍这个东西的一个翻译的视频的，你们到我们论坛的这个就是风暴之门的这个专区啊，里面有这个帖子的，有专门有人翻译过了。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个不叫没有风暴之门的那个论坛，只有那个冰霜巨人的，你们到冰霜巨人那里面去看一下，就大概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了。一上来抗压差距那么大，这多难就等死了呀，多难。那咋办呢？发行前都是吹牛，先等他出来了再说。这倒是没什么错了。哎呀，他吹吧，反正这种东西，你妈有人吹总比没人吹好。不是，主要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其实有一个点啊，就是首先 ，RTS 对吧？嗯。就那么多年了嘛，星际啊，毕竟那么多年嘛。啊。然后星际其实。星际争霸系列其实还是玩家都认可的这个模式，这个游戏嘛，对吧？然后那么多年下来也没有，暴雪有没有计划出星际三，也没有计划出魔兽四，然后玩家对于 RTS 游戏还是有期待的，有期待。所以说他们，然后这帮人又是原班人马，对吧？那更加有期待了，嗯，对不对嘛？对，所以他们不会缺热度的，你就看着好了。多兰绕过来，巨木没看到，直接抢锁，哎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就上去扔个炮台呀，啊！哎，这架的啥？哎呀，这架的坦克架的不好呀，完了完了，被包夹 GG 了，这架的啥呀？他本来想绕一下，直接打一波。细节太差，多兰还是细节太差。打的轻轻松松啊，随便吃。RTS 小众吗？不小众啊。RTS 怎么会小的？还是有很强的一批忠实玩家在玩。全世界星际二的在线，就在线玩家大概十几万有的吧？没有，就同时在线，没有，因为你不能这样算，因为它有些服务器是，比如说欧洲上线的时候，我们在睡觉，你不能这样算。哦，你只能算日活。星际争霸大概在。现在的日活大概有接近50万吧。日活，国服才几千个人，不可能。国服大概是15万到20万的日活。国服是所有服务器里面人最多的一个服务器，好吗？欧服多，欧服比国服多。欧服多是吧？欧服比国服多，国服跟美服差不多。我确定，妈，我确定的呀，我怎么不确定嘛？我肯定确定的呀！他妈的我肯定比你们关心这个数据的呀！是不是那么回事嘛？你说的没有错。那我肯定比你们关心这个数据的呀，就是15万到20万的日活。日活呀，日活就是这个游戏打，不是每天有多少人上来玩过，登录过，对，对啊，登录过这个经济，这个就日活。酒馆不算，算的呀，他就是在登录这个星际争霸就算的，15万到20万的日活。可以了呀，已经。嗯。全球日活50万还不小众，哎呀，还行吧，就是你不能他妈的起手就要上来就要跟。就要跟这个什么，
什么嘛英雄联盟这种比的呀，对不对嘛？你不能这样来的呀，你不能这样比，就是还行吧，只能说没有你们想的那么 dead。 他们想的是什么，妈的就服务器就几千个人，日活估计妈的就十万不到。对呀、啊，那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惨，但是肯定也不是说有多少人，就是也没你们想的那么惨。其实最高的时候是国服最高的是在2020年的，2019年的时候是国服是最高的，就是当时的那个大更的时候，就是最后大更完了，他不是就宣布停更嘛？是2020年吧？那个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，他大更完了一个威望模式，威望更新完了之后，他就宣布停更。就在威望模式更新的时候是在线最高的时候，国服大概当时是有90000人同时在线，90000人同时在线很高了，在国服，对吧？你任何一个游戏，你说我有90000人同时在线，这个很夸张了，9万到10万之间吧，大概没破到10万，90000人在线。哎，这个很夸张了，这个90000次登录，90000人同时在线，不是登录，当时你算都算得出来的呀。你看那个国服下面有多少房间的呀，当时你看得出来4-5万个房间开着在那里。马上就归零了，这你妈跟我们对战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我就说星际争霸嘛，妈的，对不对嘛？你妈的，你老要来否定这个东西有啥意义呢？现在马上就归零了，哼。好了，小拉达来了啊，65分的选手，哎，作为一个二哥，65分真的有点低，我说真的。乌瓦鲁国服一般都没有日活50万，你他妈智力有问题吧你？这你妈！乌瓦鲁日活没有50万，你是不是智力有点问题啊，兄弟？不，这个东西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不要，你们不要去拿黄哥的专业说事儿好吗？黄哥这方面还是很有专业度的。这你妈！虽然我也不知道撸啊撸日活是多少，但是你妈，你说50万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只知道炉石当时妈的数据就夸张的一逼，我告诉你们，炉石日活200多万吧，大概国服。对，有的。炉石的日活大概200多万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温蒂塔要对小拉打了，这场算实力算比较接近的比赛。温蒂塔呢，这个选手，哎，其实小拉打他也是好事情，因为温蒂塔是喜欢打后期的，他不是打这种一波的这种选手，所以小拉打这个暴兵能力他能够发挥得出来。嗯。感谢黄哥，感谢黄哥来我找不到好工作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。感谢兄弟啊！炉石比星际人多，那你不是废话吗？他妈要是星际有炉石那么多人，那星际暴雪还会不更新吗？你仔细想想，这在想啥东西呢？炉石跟魔兽是你妈暴雪的双雄好吗？真双雄好不好？炉石和魔兽，我说的是魔兽世界啊，不是魔兽争霸啊。不是，我就觉得大家不要去跟撸啊撸比，没啥好比的。这个撸啊撸这虽然
现在可能没有巅峰那么夸张了，但是还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。对，对吧？他这个肯定非常夸张。他现在还是 MOBA 类的第一呀、啊，这个没有悬念的。对呀、啊，感谢裘老先祝我赚不到钱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。3亿鼠标的梦想，我 CF 牛逼过的 ，CF 牛逼过的，你们牛逼过他牛逼过，但现在可能稍微降了很多了吧？我觉得 CF， 但是 CF 曾经还是辉煌过的，在国内，这个你这个数据还是摆在那里的。CF 现在王者荣耀跟和平精英估计差不多，人比较多，这个是人比较多的 ，CF 人以前还是挺多的，现在我不知道了，很久不了解这个圈子了。其实我还想说，其实腾讯有一个游戏，以前人也很多。嘛 ，DNF 吗？不是 DNF。QQ 飞车。你肯定玩过。天天跑酷。那个我玩过一点点。那个我说实话，真的当时还是真的挺多人的这个游戏。那是。好了，来了啊。高手。啊，这场啊 ，TVZ， 这场相对来说两个人接近一点，但小拉达这种冲起来，温蒂塔不一定。但温蒂塔其实爆兵也很猛，温蒂塔爆兵猛，但他操作不行啊。哎，就小拉达也粗啊，你要这样想，这场还有点悬念。不是从我告诉你，面对人族操作不行，他粗一点没关系，他只要毒爆变按完了，直接往脸上躺就好了呀。嗯，对。哎呀，反正我就觉得，大家不要把一个游戏的营收作为一个游戏的，就是拿出来炫耀的东西，没啥好炫耀的。我是觉得的，就是你说这个游戏在线很高，玩的人很多，或者怎么样，游戏做得很好，对吧？画面很棒，音乐很好，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拿出来炫耀。他妈营收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炫耀的，你妈的炫耀营收的都是傻子，说明这游戏公司挣你钱挣得多呀，对吧？你掏那么多钱，你不傻吗？你还出来，妈的被人卖了还出来数钱，不智力有问题吗？不，那你这么说，他妈星际岂不是他妈良心的一逼？那是啊，对不对？那不就是傻子吗？天天在那里炫耀游戏公司营收，你又不是游戏公司股东，你炫耀个锤子？你炫耀？对不对嘛？每天跳出来，我们游戏挣了多少钱？他妈跟你有关系？跟他妈分你一分钱吗？还不你充的？哎，但是如果没有营收也不行，没有营收这个游戏就会停摆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就有营收是好事儿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你拿出来炫耀的一个啊，就你拿出来就对着其他游戏玩家说这个游戏营收高，这个游戏好屌，那跟你有关系吗？受不了了，天天他妈的看着连有些弹幕过来刷刷刷刷刷刷，对不对嘛？好了，然而我真的是员工，不是你是员工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出来刷两下，你妈又不是员工，你刷个毛？王哥，嗯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再说下去，下一句就是兄弟，能战队赛有没有兴趣？是的呀，你妈的，既然你是员工，要不战队赛赞助一下？兄弟，战队赛看看啊，战队赛啊，就是都不容易啊，大家既然来到这个直播间，就是缘分，对不对？说的没错。妈的，这你们游戏挣那么多钱，在赞助下面，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对吧？对呀，来看到就是缘分，也不容易。对啊。对不对嘛？他妈的，你赞助一下就老板二楼请。说的没错。
直接火车跑起来。温迪卡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啊，所以说小拉达防守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。温迪卡还是打运营的一个选手，他就是正常的跑火车，然后直接三开了之后打运营，他 比较喜欢这么打。但这一把他怎么再出导弹车啊？他这个啥套路啊？兴奋剂导弹车。他导弹车什么意思啊？再续导弹车，这是啥套路啊？一波吗？我看不懂啊。他兴奋剂是不是不？他的兴奋剂估计是假的，然后他 真的是接化，接化，对，有可能是飙车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他又补了两个兵营。这就看他飙车转生化，这我真的看不懂。感谢。我叫周杰伦的一个钻石粉丝，感谢兄弟、啊、感谢兄弟啊！他这个是不是为了打破你三女王的防守嘛？应该是他这样飙车的话，你就想不到他会转生化，然后突然一波生化打出来。你这个生化，但的确飙的对面很难受啊，这个飙车。哎，对，我但是你这生化会比较晚呀，你这样搞的话。攻防包括出门都会玩很多啊，就是这样搞生化。军坦其实这波飙车压的还行，哎，这波绕狗绕的不错啊。虽然绕不到太多东西，但是看到了你的转型，你怎么在转生化呀？好了，我就坚决狗毒爆了。做了那么多的表情没有用啊。有没有可能新补丁之后都是飙车转生化？为什么新补丁有改飙车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呀。不，那个飙车不是那个导弹车不是加了就打那个轻甲不是有加成，就加了十的攻击力啊？有这条吗？新补丁里面？对啊，他以前对重甲不是多加20吗？那现在是对重甲轻甲一律加10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我怎么没看到这条？我看一眼。哎，有的呀。人族，我看一眼人族的新补丁。女妖哦，导弹车，哎呦，我还真是啊！不是你又不是一个人族玩家，跟我不一样，我他妈打人族的，我当然要了解这件事情了。这你妈！就打重甲减了十嘛，然后打轻甲加10。对啊，你前期你想人，哎，你有什么是打导弹什么？你蟑螂嘛，蟑螂其实加10减10，我觉得没有区别啊。毛没区别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最重要的是现在打什么打？打那些狗就轻松多了好吗？打狗有啥好轻松的？你去锁狗吗？不可能呀。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以前是玩神族的，但是它是导弹车升级啊，是导弹车升级，从重甲加20变成对所有单位加10啊，就不就是那个导弹车锁吗？不，你打女王不是猛多了吗？女王又没假的，有啥区别呢？啊，他不是全部加10吗？我看看，哦，是对所有单位加10，对对对。啊，对啊，他全部加10，不是打女王不是好打多了吗？女王稍微猛一点，但是你其实升了那个导弹车攻击去锁女王，是不是也有点飘逸？干嘛？反正看后面有没有人去开发这一套吧。
你的这些说法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开发？不是，有这改动，首先作为一个人族玩家，就会去想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跟你有啥关系呢？我就是人族玩家呀，我既是人族。这，啊，小拉达要冲了啊！这妈，现在这人都不认可你啊，都在呸呀！哼！啊，这种部队，温蒂塔 A 出来不就是被滚成弱智吗？要坦克没坦克，要地雷没地雷，他地雷要这个些地雷全部埋出去，对不对？他想的是让这个中奖。啊，哪那么容易中奖嘛？啊，最近看到一次这个中奖的，妈的就东拉古打冰。感谢兄弟李晨宇考研失利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。不过我没有考过研，我也不知道考研该怎么考，这是我的知识盲区。我和小拉达冲起来了，不是 这冲型要塞是不是过了？你这种狗干嘛？我下来冲你兵呀，啊，你甩呀甩呀，手给你甩断。温蒂卡真的，他正面真的不行，这种没有军坦情绪他必须要有地雷他才有安全感。哎呦，诸葛连弩孙哥也没有这个，也是知识盲区啊，一样的。没有。考研要考什么？在考研的兄弟都能够考研成功吧？对啊，我都不知道考研要考什么。我说真的，这个读书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读，不要以后妈长大之后像我跟黄哥。以后就到人到中年，像我跟黄哥这两个人嘛，文盲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兄弟们。你说这句话没有什么说服力啊。那我们两个是文盲呀，干嘛？有反面教材呢。反面教材呀，然后每天被妈的被你们嘲笑。哎呦哎呦，地雷地雷，哇靠，没有炸到。军坦上面地雷再来，根本就不能。没办法。感谢智能的法师 Z 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。你们想想看，妈 No 总，妈的也是每天被你们嘲笑智力低的。不，智力低不低跟是不是文盲不搭嘎的这件事。啊，这样子不是应该智力高的人读书才会好吗？不是，你智力高的人读书才会好，但是你没读书呀。你智力并不低啊，孙哥。我智力还可以啊，我也觉得我智力不低啊。对啊，但是只是你没读书而已啊，对吧？这个你智力是挺高的，你是一个智力高的文盲。哼，他妈，你这个怎么？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呢？我没骂你啊，你是一个智力高的文盲，这妈对你是肯定，好吧？这怎么会骂你呢？是这样吗？是呀。对不对嘛？而且你读书好也未必智力高呀。我们就啊，读书好的人智力都很高。那我问你，马仔是不是大聪明？马仔不一样，马仔你妈的是他做研究员是被人研究，这个不一样的。被人研究是什么鬼？什么？哎，总需要有这样牺牲自我的人的呀！我靠，对不对嘛？哎呦，这几波直接他把机枪拉走，光头站那里不就完了吗？他没这个操作呀，明显就是。那这个操作不就 Ctrl 一下机枪往后一拉不就完了吗？他这个所有兵一起跑是什么个鬼吗？他在打多线，我估计是他，因为他在打多线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毒爆滚过去，龙狗毒爆正面 EA。然后温蒂卡就你妈的只能往后退了。
马上停服了，真的想玩酒馆的兄弟可以去韩服，韩服美服都可以。去韩服吧，韩服稍微快一点，美服的话还是，哎，酒馆他妈快不快都一样的。啊，那也是。反正打自动的，你有100多聘跟几十聘有啥区别呢？就你看哪里人多，你就去哪里打就好了。小拉打你妈，这怎么是把自己冲死的？怎么感觉？想着打冲着冲着，妈没兵了呀！转电表有区别，不是啊？你酒馆怎么转电表？酒馆有转电表的说法吗，兄弟们？我没打出过酒馆转电表。感谢老仙奶今年考不上重大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！他妈真的就这么乱冲是吧？这不感觉把自己冲死了呀？这温蒂塔，你妈的！哎呀，他把光头都卖了。他不是在美服打，他在美服打还是韩服打的吗？感谢老仙奶，我上不了哈工程的一个飞机。感谢兄弟，感觉没了呀，这个小拉达温蒂塔，你妈170多人够打吧？还有，没了。小拉达你妈冲得虎虎生风的，把自己冲死。这种二哥怎么服众？我就想问一句。吉吉。啊，黄哥，这种二哥怎么服众？我真觉得这个温蒂塔挺能打的，在小黄鸭绝对是大哥。是的呀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三个温蒂塔，说不定你就小黄鸭就能保级啊，能保级，三个温蒂塔真的有机会保级。感谢老仙奶，我上不了哈工程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。小黄鸭也是，这个整体实力太弱了。不过作为一支这种社区队啊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，因为我还依稀记得他们出现那会儿，然后他就 Party Mag 不赢拿下了比赛嘛，非常兴奋啊。是三个鸟哥怎么办？不是三个鸟哥就是现在 IG 的状态啊。对， IG 不是现在打出来三个人都3-17吗？哈工程不是哈工大，哈工程是哈尔滨工程学院是吧？应该是哈工大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嘛，这不是一个学校呀。别人是哈工程，黄哥你他妈奶错了，他是哈工程呀，我是说的哈工程呀，对吧？哈工大是以前是个，现在我不知道，以前反正我读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。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，现在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二三十年的嘛。哎，那我问一下兄弟们，这个哈工大牛逼还是浙大牛逼？那肯定浙大牛逼啊！你不是废话吗？那浙大是杭州唯一能拿出手的学校吗？我觉得。那浙大应该要牛逼一点，但是也要看专业吧，我觉得。
是吧？要看专业吧。浙大综合能力很强。哎，我儿子，我现在也很牛逼，对吧？哈工大，哈工大主要看专业，就有些学校专业特别好。我以前我有个同学是读哈工大的土木工程，据说很好这个专业。现在不知道行不行啊？就以前他就读的哈工大的土木工程。他妈的，孙宁如果能够考进浙大，我反过来我叫他爹，好吧？这个，妈了个鸡的！土木现在不行了是吧？但我们那个年代土木工程还是挺好的呀。我们那个年代他考了，我去哈尔滨办那个 WCG 的时候还跟我同学出来吃个饭什么的，当时还聊了一下。以前哈工大还有几个打星际一的，好像还有点实力是吧？哈工大，对，还有点实力，在高校界也算是拿得出手的，有个叫做 3RD 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，一个重组打的还可以吧，业余圈还算一个打的不错的，就是高校的学生里面。3RD 就是3RD 点 HIT， 没有什么实力这个人，应该因为我没有在高校学生里面还算可以的呀。高校界我只服那个 CUGLM Angel 嘛，北航的那哥们儿嘛，这个人是有实力的，我只服这个人。Angel 打得蛮好的，但这个人不适合打职业，他在心态很差，他也是，对，他是去了南京马可尼俱乐部，当时 CEG 的一个俱乐部，他打不出来，然后每次打比赛都是妈的手汗非常多，然后非常紧张。那个兄弟是北航的 ，CUGL 的嘛，北航的。他不过他也是尝试过了嘛，尝试过职业这条路了嘛。DPR 强不强啊 ？DPR 还行吧。哎呀，鸡。DPR， 妈了个，他去那个，他出国之前还跟我在杭州吃了顿饭的，这个狗逼。然后我跟他聊什么，聊星际，聊人生，聊理想，然后他以后的愿望什么，他就跟我说他以后想就在留在那边当教授啊什么的。我说妈的，他当教授他成功了呀？哎，是的呀，他把牛逼妈的吹过了呀，已经吹过的牛逼都实现了。然后我跟他说。虽然我们妈的一起都打星际，但是之后的人生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轨迹，保重吧兄弟。然后吃了顿饭他就去了。他去加拿大了吗？他好像是什么滑铁卢是吧？是吧？滑铁卢的教授嘛。他现在是科学家。啊，科学家不是数学家吗？是科学家吗？哎呀，就这妈的，就是统称为科学家啊！教授和藏吃饭，当时他还不是教授好吗？当时他妈他还没去，然后我们啊一起打，一起妈星际一起打的，以前一起参加比赛的，还有点交情好吗？光头一波啊，火车侠！这种战术现在很难成功啊，只有重复失误才能成功。对，但小拉拉很有点粗，未必啊！我跟你说，小拉拉有点粗，未必。因为待会儿光头这个火车侠打的时候，小拉拉如果狗没有操作好，被火车侠狗被火车侠骚扰的话，那就有点危险。嗯。感谢 XXL 天天跌停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！我也他数学家，我也肯定也算科学家的呀。我有什么资格当教授？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教什么？你可以教电竞呀。算了，不适合，不适合，不适合。你们都说我是小人，
其实我是很失望，我真不是小人。你他妈别笑！哎，直接贴住了。跟你说的呀，他细节不好呀。小拉达，这就看狗啊。现在开始散啊，变毒爆。按道理来说，守株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送了一个女王，他后面六个女王出来继续戳，但是哎，毒爆被摸了。哎，这毒爆没变出来就很危险。细节真不好，真不好。细节真的差，小拉达。其实，其实这个温蒂塔很二的，他这种打法。他这种冲上来然后在那里打你女王甩一甩，他军坦那么好的情况下都能被打伤，我他妈真的想不通。 我跟你说了，就是细节差，没有别的，就感觉要被捅死了呀。接机器了，我靠，哎呦，哎呦，妈了个鸡。对小黄鸭的选手来说，就是赢一场就很爽嘛。对，这就是业余选手的想法嘛。对，赢一场就很爽。这温蒂塔真的在他们队算是大腿了，真大腿。那这样的话，鸡鸡姐还是4-2的比分战胜了小黄鸭啊，至少是保证了自己也能够成功的保级啊，这赛季。也是恭喜鸡鸡姐啊，希望。下个赛季他们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啊！对，最后一轮他们还要跟 GP 打，这场其实也是对于 GP 来说也是生死战。对 ，GP 必须要拿下 GGG， 如果拿不下的话，季后赛进不了。哎，下一场就是关键了，王哥，你是不是要给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要让